迄、那个小番茄哦，啊有着迄个花多虫，啊唔知要安怎处理。你讲什么虫？哦，什么虫？花多虫啊！嗯，啊，这阿伯、啊、老师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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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收音机哈、哦？啊，你听收音机？无呢，我无听，有啦。哦，你有收音机无？我阵伫远啊有听到。好，安尼你听收音机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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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有回音哈。好，来，来，老师，来麻烦。哎，哦，声叫我认出来哈，咱阿辉伯啊。嗯，这个啊，原来是真熟悉、真久的一个好朋友哈，一个啊，住伫咱咸地啊，这个家，因为这个。哦、小番茄产量会稍微低一点点、哦啊、但是真厉害、哦、我感觉有当时我感觉因我拢讲这个下料啊稍微低一点点，结果人因正经的这个产量也无较低吼、哦，真的有当时啊，就是管理啦吼、哦，这真侪这工作呢，这啊管理吼、哦，真正是足重要吼、哦。啊，即阵啊，因为这天气吼、哦，咱可能即阵小番茄为即嘛吼，今年可能会提早吼、哦、这。啊，除了这二能糖以外啦，吼，就是讲这维多糖吼，啊，这番茄斑蚜蝇吼，这类的这问题呢，搁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病，我先甲你提醒吼，可能呢，啊，这个刺皮蝇螨吼，那从手边杀这种的这物件呢，啊，会愈来愈严重，吼，因为这天气呢，可能啊，今年的大爆发吼，就是讲规个那种消费烧掉，唔再讲过完疫病，结果是刺皮蝇螨吼，就是讲类似那种手边杀这种的这物件吼，所以这。一定爱啊，真细致吼啊，注意呢，注意来改伊啊，即、這个做预防吼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咧用吼，就讲、是、你会当做伙吼，通常就是即、這个番茄斑蚜蝇吼，即、這个阿巴丁啦吼，阿巴丁的即个有呢，过来你一定爱通常有的人讲啊，我怎啊，即个晒袂精吼，那全部啥好，但是无法度吼，因为伊迄是一个无同款形态，即、這个药啊，所以你定爱啊，一半刀啊用晒袂精，一半刀啊用即个百利普芬，吼、哦，晒袂精、晒袂精，吼、哦、啊一个百利普芬，吼、哦，这两个爱轮流咧用吼，因为伊个幼虫伊较袂一直咬，其实咱有可能抓已经拢抓着啊，但是伊个就是一直咬起，一直咬起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你粉杀的这个药也袂使动哦，这个粉杀的药啊，你也去加一剂，所以你啊，百利普芬得拍两个吼，百利普芬也是晒袂精，其中用一剂，啊，然后加一剂粉杀咱咧用的这个药啊，粉杀咧用的这个药啊，像亚美培、达特南吼，还是讲像这个福尼安哦，啊，甚至咱有当时啊，伊咧办的关系吼，所以咱咧选的药啊，通常拢会选啊，差不多是六天的这种的这吼、個，差不多五六天这种的这药啊。啊，所以你会当这种药啊，加一剂中加一剂来用吼。糖药啊，通常是爱三剂啦，吼，就是讲咱正常咧用的时阵，一盖爱三剂。啊，你爱分两组哦，比如讲你这边阿巴丁加赛灭精，啊，这个亚美培这个两粒吼，啊，即马较严重的时阵，咱可能用这个达特南吼，啊，阿巴丁吼，啊加这个。诶，百利普芬哦，啊，这算一组，啊，这个起来吼，这个牙啦，还是讲二能糖啦吼，甚至这个气味这吼，啊，咱都发到，比如讲刺皮蝇螨吼，这手边杀这种吼，还是这，啊，这你这边也是用阿巴丁，啊，你后一边的用蜜麦丁，好、哦。这个物件小轮一下，因为你不安呢吼，伊迄个刺皮蝇螨哦，就是伊原来那种这类似红皮毒啦吼，这物件伊原来就容易起来啊、所以呢，这里可能爱小来注意一下吼。啊，当然，你若是讲啊，我即马咧，即马咧办吼，算我不爱这个转药啊吼。但是呢，你应该是办落较利啦吼，比如讲我这边先办落利过了呢。啊，我淡淡甲隔一届啊，吼、哦，用较淡的，因为这水一定爱有够。全汤油啊，无啥物重点吼、哦，因为汤油啊，多数拢是袂无迄种较少系统性的这个油啊，所以咱通常是必须要餐餐甲隔一道啊，吼、哦，甲全较淡一摆。啊，伫这個中间，若是讲看那种对袂调，但是特别慢呐，你也无爱去用药啊，吼、哦，以你的个性，你也无可能去转药啊。你阵你可能你得当甲男子说啦，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矿物油之类嘅，吼，比如讲啊，即、這个精灵鬼这种矿物油，还是讲你用即、這个啊，用一寡吼、哦、类似即个较像苦地精吼之类嘅即个物件，
一半到我嫁伫中安尼吼，啊我那个硬硬的，啊有一种都无。就无即个安全采收器的即个问题，对无？咱随时随转随办拢无要紧。啊，你安尼解，就是一边农药啊，一边的即、這个啊，即、种无毒的即种物件。啊，咱即马来个农药啊，个一边无毒的即个物件，安尼吼，伊底较会调，无即种的即个温度底袂调。哦，因为咱拢通常是上盖接转嘛，是七天转一边啦，上盖接啦，咱讲真嘞，哦，就讲咱慢慢啊，差不多转过七天。哦，过一个，你慢打了，你差不多过七天，你会过慢，五天六天，因为安全采收期六天，你上起码拢会过头六天七天，你才过慢。啊，但是这個中间有时啊，迄糖就已经过起来啊，对不？你咧慢的时阵，嘛爱过慢啊，过慢一轮回，所以迄个时间有当时啊，咱呢啊，这個、中还需要个转一遍，即个吼，利用这种药安尼来做一个即个控制吼。哦啊，通常效果会较好啦吼，所以这是我啊个人和你的一个建议啦吼，就是讲，咱咧用的时阵一定爱安尼来啊来做啊，无吼有时啊真正戴袂掉哦。啊，即啊袂讲我拢无用农药啊，我纯粹用这种啊，即、這个药安尼吼，即有较困难淡薄啊吼，有较困难淡薄啊吼。啊，真侪好朋友去甲转啥物物件咧，转苏力困，袂讲我都不爱用农药，我所以用苏力困吼。啊，苏力困对这个番茄斑蚬蝇哈，对于这种番茄斑蚬蝇呢是没有用的。你对于鱼啊，迄种糖还有好斑蚬蝇这些物件呢，啊是无虾米款的这好个了哈。所以呢，咱可能就是爱靠这个啊能长壮的这个药呢啊来做一个这个处理，安尼可能啊比较靠法多来解控制掉嘞哈。啊那无呢会有一点点难度哈、啊，所以这里交好朋友呢啊小了解一下哈、啊，这大概是安尼处理的这方式哈、啊，嗯。